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夏雅欣。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社区据点厨房由总统塞来掌厨，听起来是不是让人口水直流呢？新区的真美好学堂邀请一位拥有专业厨师证照，并且担任过医院知名餐厅的大厨，来为长辈料理健康又美味的佳肴，带你一起来看这位大厨如何做出兼顾美味与健康的料理。新鲜的高丽菜倒入锅中，再加入红萝卜、木耳、枸杞，最后撒上昆布粉调味，一道香味四溢的家常料理就大功告成。不过让人食指大动的还有这道茄子炒蒜头以及勾芡鲑鱼。鲑鱼先腌一下，然后沾一点那个地瓜粉煎一煎，然后起来才勾芡一下，因为老人他牙齿不好，要勾芡，那个皮比较不会那么硬。汤是黑木耳煮蛋花，都是比较养生，黑木耳对骨骼比较好。今年72岁，有着一身好手艺的这位大厨吴素英可不简单，拥有丙级厨师执照，担任过医院、长青学院、知名餐厅的厨师，还有中医专长。掌厨学堂除了是意气相挺，也为了能为长辈料理一桌健康养生又不失美味的佳肴。除了营养以外呢，又要让老人家可以很顺口，可以吃得下去。那大姐因为她还有上过那个中医的课程，所以她对这一方面呢、啊，他就非常的在行。他每天的配菜呀、啊，然后他都会看说，哎，冰箱有什么，然后又要考量经济有没有，他就讲，你去买就是买最便宜的菜回来。好，现在盛产什么东西，那它的价钱一定会比较低。好，你买回来啊，剩下的哈、哦、我就可以煮。嘿啊，如果有什么另外要配的东西，没有关系，我就会想办法把它生出来。用简单的食材料理出不简单的一桌好菜，色香味俱全，营养也满分，让长辈个个是吃得津津有味又心满意足。社区好新闻，张世明、夏雅欣采访报道。长辈独居在家，最怕遇到火灾。为了提高警觉性及保障居家安全，男子去河昌里，在右昌消防分队的协助下，帮里内独居长辈和弱势家庭加装火灾助警器。当侦测到高温浓烟时，助警器就会发出提醒声响。跟着男子区河昌里里长周海林脚步转进小巷弄，来到独居的杨奶奶家中。消防员迅速查看屋内格局后，就选定在餐厅天花板装设火灾助警器，这让杨奶奶安心不少。好了太多，哎，很放心，很放心，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应该就是我们该做的。他有很多的那个住电器用品在这边哦，他的住宅，他的住也在旁，那个他住的旁边，哦，所以他的寝室在他旁边，所以这里是安装我们助警器最佳的地方。位在男子区的河昌里，里内不但有多处狭小巷弄，还有传统菜市场。当火灾助容发生时，消防车很难迅速进入，而这颗小小的火灾警报器就成了关键的保命符。他侦测到有烟的时候，他就会想起住宅那个火灾。哦，现在发生火警，请你赶快逃。所以发生到这个住宅警报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往外逃，千万不要往内再拿到你的钱包啦，或是手机，这个千万不要做到。我们只要他有来，我们就是每一家住户、邻长全部去问，哈，大家去看关怀，我们都会有，以往都会有关怀啦，所以都知道哪一家。哈，需要独居的、躺在那边的，或是需要这个。住宅的警报器真的有效哦，一逼就会讲着火了，着火了。只要侦测到高温浓烟，火灾警报器就会连续呼叫。国台两种语言便利民众逃生，而消防队员也提醒，当年长者行动不便往外逃时，就要尽快关门，阻绝高温。关门第一个时间就一个防护，就是说烟绝对进不去。但是我们希望他做第二个动作，就是赶快报警，打119。加装火灾助警器，河昌里优先办理独居长辈和弱势家庭。男子区长吴永辉也期待有一天能推广到全区。第一个优先就是我们独居的长辈，那另外有一些低收的、中低收的部分会列为第一优先的部分。
那剩下的一般的住户可能要看消防局的年度的经费，那希望是可以普及到每一个家户里面，我想这对住户居家的安全一定会获得很大的一个保障。动员志工领长的力量，和昌里里长周海林除了配合消防局宣导加装助警器，也提醒里民平时就要注意谨慎用电用火，以保障你我居家安全。社区好新闻，张世明、罗少君采访报道。高雄市建军慈善会送长辈爱心便当有21年之久，厨房设备已经老旧。高雄南区福伦社号召15个友社共同筹募超过100万元捐给慈善会，作为厨房设备更新之用。理事长表示相当感谢，并承诺阿公阿嬷爱心便当会一直送下去。通天厝的一楼里，志工正在厨房里面做菜、分菜、包便当。由于这些厨房设备已经很老旧了，高雄南区福伦社号召舍友发挥爱心，买了冷冻柜等设备捐给慈善会。就是帮他们太旧换新，就是包含他们的，餐台、烤箱、炉具、冰箱所有的设备帮我们更新。因为我们已经20年的老旧的冰箱，有时温在温度上面哈，可能有一点误差。那现在呢是整个是中央厨房。除了送便当之外，慈善会9年前也配合推动地检署的社会劳动制度，让社会劳动人协助送餐，让这份便当更增添助人向上的意义。他们发现很有意义，所以当他们社会劳动时间期满了以后，他们又回过头来自愿的自动自发的投入这个志工的行列。建军老人服务送餐，让他每天都能够不预设，好不预三餐的这样子中午的一个匮乏，所以特别来这会到稻花义阿妈，这会到沟里。从民国87年就开始帮老人家送便当，慈善会理事长洪慧却坦诚过程相当辛苦，还好有福伦社一路协助。他也承诺，只要他有一口饭吃，阿公阿妈也就有一口饭吃。新的设备，它的量会越来越大，2个月可能要超过20000多块。因为社会局它是不可能补助你电费，那我们要自己要去募款，所以我们是说希望社会大众呢，看可不可以帮我们把这个难关过。一份平凡无奇的便当承载许多人的爱心，有了更好的厨房设备，志工制作的便当滋味就更加美味可口。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苓雅区晴朗里长暖心关怀社会角落，长期会代为转发救济物资给低收入户，不过却苦于有些弱势户居无定所，而且没有留下联络资料，相关单位的爱心物资无法妥善利用送到他们手上，让里长心疼不已，也盼望大家能多关心这些社会角落。翻开厚厚一叠资料，上头记载的是苓雅区列册的低收入户可以领取到的救济物资，有白米、棉被等，而这些相关单位的爱心都会有里长代为转发，不过却有100多户弱势户都是失联名单。有一些福利要给他们的，我们现在也没有他们的详细住址还有电话，所以我想做但是无能为力。像这两位就是前来里办公处领取物资的低收入户，因为留有联络方式，每当公庙或相关单位送暖时，他们都能顺利领取物品。不过像其他联络不到而且居无定所的弱势边缘户，让里长心疼不已。他们有分这低收入户第4类，像庙啦或者福利机构，他们也会给他们一些福利，分发一些米啦日常用品啦，也有的人会发现金，甚至有的人会给他们一些棉被啦。比较严重，就是讲他生病在医院的，还是说奋斗在路旁边，他如果没有给他们家人的电话信息，我确实没有办法联络到。里长长期接收到各界的暖心物资，代为转发给这些居无定所的边缘户，就是希望能将这些物资妥善利用，也盼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这些社会角落。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
社区营造。所有社区里的大小事都在社区好新闻。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高雄一间脊椎外科医院创业四年来，每年都举办院庆运动会，而今年医院特别安排亲子竞赛，原来是因为在优质的工作环境下，这里的医护人员生育率比高雄市的平均值多出5倍，每个月都有护理人员申请产假及育婴假，颠覆医疗院所给人的刻板印象。搬尿布比赛登场，只见5、6位参赛孩童，有人抱着尿布直奔终点，有的还停在原点不知所措，场面热闹有趣。要帮妈妈省了一笔钱，还不错啊，亲子同乐还蛮好玩的。为了庆祝院庆，高雄市这间知名的脊椎外科医院举办运动会，不但安排医疗健检及义诊，也邀请社区居民一起同乐。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亲子趣味竞赛。不论是搬尿布比赛、投掷九宫格，或是气垫城堡内，到处可见员工孩童开心玩耍。原来创院以来，医院打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不仅有高优质的护病比，同仁生育率也比平均值高出许多，俨然是幸福企业。每次听到护理人员或者是员工有怀孕待产，心里就有无限的一个非常的快乐。那因为他们的家庭能够幸福，然后医院也就能够非常很好的一个营运下去。那每次员工的一个待产或者是生出宝宝，那我们全院也都会为他感到很幸福。特别是护理人员在院方贴心安排下都能兼顾工作家庭，尽管医院规模不算大，但每个月几乎都有医护人员申请产假、育婴假。我们平均大概护病比是1:7啊，所以虽然工作非常忙碌，可是我们有很好的护理品质，所以工作人员护理在这边工作是非常幸福的。所以虽然在这边工作很辛苦，可是回家也有很愉快的幸福的家庭，所以两方面都很协调之下，当然生产率就很高了。父母亲带着孩子一同出席运动会，对医院努力营造优质的工作环境都相当肯定。这个医院营造的环境非常的好，那员工可以很安心的去制造那些生产报果。对，所以让就是感觉我们怀孕生小孩都有医院当我们的后盾。对护理师的这方面的支持是很大的，所以医院在这一块对我们护理师的帮忙，然后才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生育率那么的高。他们的那个员工的生育率是高雄市的5倍，所以韩国瑜市长应该好好的嘉奖奖励一下。拥有好的护病比，医院无形当中成为员工的最佳后盾，也难怪院庆运动会上到处可见爸妈跟孩子开心的参与每个竞赛项目，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社区好新闻，潘之光、王思武采访报道。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有一个气势不输给交响乐团的打击乐队，乐队成员都是银发族，甚至有失智长辈。为了训练他们的专注力和反应力，关怀站安排打击乐课，不仅让阿公阿嬷好期待来上课，就连陪伴他们的移工也借由音乐和长辈情感变得更加紧密。大家可以准备了。关怀站里传来美妙的音乐，但这可不是专业乐团，而是社区的阿公阿嬷运用简单的乐器，像是沙铃、铃鼓，甚至是废弃铝罐，就能随心所欲打击出振奋激昂或是轻巧美妙的音乐。因为他如果可以跟着像我们这样指挥的话，他可以在节奏的部分去做这个操作。那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眼睛就可以注意到我的指挥，对他们这个观感神经可以有一个训练帮助。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团体性的一个整体，他们会觉得有一个伴这样子，然后也开心的在这边玩乐。好，第三排。不只敲击出的音乐好听，还有分成低中高音部，专业的气势就像真正的乐队。两个手都要动啊，要给你节奏啊，那个节奏的嘣，打得过得很有意思。关怀站透过打击乐课训练长辈的专注力和反应力，还会把陪长辈来上课的移工们集合起来，教他们唱歌，借由音乐这媒介，让移工和长辈们的情感变得更加紧密。
对，我的阿妈也是很喜欢来教会，到每个礼拜有来三次哦。这个班级里面有三分之一是识字的哈，可是很多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透过这个音乐的方式哈，他们这些识字人，他们的情绪上面，我们看他们一天比一天的稳定下来，而且他们的退化性就稳住了，而且我看见他们整个都活过来了。上完课后，长辈也一起开心共餐。关怀站透过这样的课程安排，不仅有益于银发族延缓老化，还能带来成就感，兼顾他们身心灵的健康与快乐。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爱惜食物观念从小扎根，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携手民权国小到校园里推动食育计划，透过轻松有趣的闯关游戏，让孩童运用视觉、味觉等感官认识食物的来源以及各种生活常见的食物标章，希望从小培养他们学会尊重食物与珍惜资源的观念。小朋友蒙上眼睛试吃桌上的食物，猜对后就可以收集到一枚印章。这是家乐福文教基金会推动的校园食育计划，和民权国小合作，带领孩童透过轻松有趣的游戏重新认识食材，了解食物是怎么来的。我们市区的小朋友其实他们是非常丰衣足食的一个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他们很难去体验到饥饿，或者是体验到食品的一个分类。虽然在课程里面我们都有传达相关的知识，但是透过家乐福这样子实地的体验跟探索，还有他们会分组去闯关游戏当中，让孩子做中学，然后学中去了解这个食物跟我们的息息相关，进而去珍惜食物。家乐福文教基金会为响应教育部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针对生活中常见的饮食问题，融入闯关游戏，让小朋友产生好奇心，并运用视觉、味觉等感官认识食物的原型以及各种生活常见的食物标章。非常开心是在台湾现在目前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教导联合国的 SDGs永续目标，所以我们试着想要去结合永续目标跟食物的议题，让小朋友可以透过活泼有趣的方式去跟国际接轨。所以我们让小朋友去看到那些食物，然后问他们，你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去闻到食物，你知道这个食物是什么？那藉由这样的方式，其实他们以后每天在吃的便当，他就知道，哦，原来这个食物原来长那个样子。因为很多时候食物经过烹调之后，其实小朋友根本不会知道这个食物其实它背后的原貌是什么。好玩，好玩，因为很有特色。通过这个活动学习到什么？要好好爱物，珍惜食物。生动的游戏不仅让孩童玩得很开心，也能从不同角度认识食物的来源与环境生态的样貌，从小培养小朋友珍惜资源的重要观念。社区好新闻，林庭阳、萧雅欣采访报道。很多长辈身体虽老，但心依旧年轻。来看到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一堂开班十年的手语歌舞班，里头的长辈活力满满的表演着手语舞蹈，他们发自内心快乐的模样，让我们透过镜头一块来看看。一早，阿公阿嬷就朝气蓬勃，拿着毛巾跟着老师一起做暖身操。暖身结束后，紧接着是手语歌舞表演。这是福气合体社区关怀站里进行了十年的课程——手语歌舞班。刚开始在教这个课程的时候呢，长辈的接受度会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个？哎，这个手语好难学哦，都要记，要记，要记。”那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可以先用带动式的方式，从单字慢慢教起，然后呢，用带动的方式，用活泼的方式呢，让长辈更能够接受。然后教到现在呢，一路长辈呢就越来越多，他们觉得非常的好玩。长辈们头戴闪闪发亮的礼帽，脖围亮丽的领巾，音乐一下，他们就开心进场，活力十足的左摇右摆，手语和歌词对应所编排出的舞蹈非常具有特色。学员练习了近一个月，就为了在重阳节上的成果发表会能完美演出。
感觉讲对家己生活有啥物改善？身体会比较好啦，保持活力啦。心情比较好啦。嗯，保持活力。还好，快乐。有啊，很快乐啊。福气关怀站每周固定有许多课程，让河堤社区的长辈透过参与课程的过程中，获得很大的快乐和成就感。身体虽老，但心依旧年轻。他们发自内心快乐的模样，足以感染周遭的人。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萧雅欣采访报道。音乐可以触动心灵，带动肢体运动。三民区湾爱社区关怀站有一堂音乐课程，老师运用从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让长辈随着不同的音乐情境和各种乐器的带动下，轻松地跟着音乐旋律和节奏活动肢体，当然也就越动越健康。音乐课程开始，老师先让长辈用坐的，再放些温馨舒缓的音乐，长辈跟着伸展四肢，拍打身体，从里到外让身体舒醒暖和起来。接着是两两互助，长辈面对面坐着，互相拉动对方，音乐节奏也由慢变快，你一来我一往，好像在做游戏一样，长辈们都觉得越动越有趣。上课就好诶，我当阁袂歹啊！甲阮带阮只老人哦，愈带愈健康啦。休息一下之后，长辈人手一个响板，也跟着不同的音乐节奏，有快有慢，或上或下，节奏短促，不断重复，不时还穿插可爱的动作和高声呐喊，整场音乐活动非常有活力。主要的是要让长辈呢能够主动的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透过主动的参与，触动主动的一个学习，他会改变他的一个认知，提升他的认知能力，以及提高他的生活品质。这堂音乐课是老师运用日本引进的加贺谷宫本式音乐来带领长辈活动，有趣的音乐和各种乐器的带动之下，长辈们的反应都很好。有音乐，然后再加上一些乐器，发觉长辈无形中就觉得听到音乐就是很快乐啊，然后本来手也袂卡，啊，即马因为安尼很嗨啊，就慢慢就是不知不觉。哦，阿德有较改进啊呢，所以我觉得这种课程对长辈来讲是很好的。在大家一起的互动过程，我们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学习，那长辈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他们会互相模仿，那互相的去鼓励，互相的去赞美对方，然后也促进他们的人际关系的一个互动。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最能触动人心，带动肢体律动，将音乐经过特别的编排，再搭配乐器、手势动作和呐喊声，大家一起参与完成这项活动，升华音乐的力量，得到身心灵的满足。社区好新闻，张世明、赖昌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五月八号星期三，农历四月初四，适合祭祀、解除、会亲友，不适合嫁娶、安葬。冲珠煞东方，一岁和六十一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也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萧雅欣，我们明天再会。
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予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自从接下爸爸的牧场，我不断尝试各种方法，让更多人接受羊奶。我相信，只要坚持，一定可以让大家都敢尝试这最在地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